白鹤龙湾的爱徒，香曲山上的奸细，是你吧，玄竹？你这个反应告诉我，我猜对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早就想到了，你是否还记得，当年我在学白芷仙术之时，你嘲笑过我。 说你师父教的可比我这个厉害多了。与中山藩有来往的大仙家，这并不能沾。就算你知道了，也没有人会信你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敢？你伪装身份来这里，必然没存什么好心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玄珠。 等我办完我的事情之后，我会立马离开香曲山，绝不出现在你们眼前。你好好的守着他，别再来招惹我，这样对我们都好。你已经答应过我一次，我凭什么再信你？山主最近正在请全山之力彻查奸细。